在我的门诊中发现了一个情况，现在甲状腺结节的女性真的是多哟，多数还附带着有乳腺的结节、子宫肌瘤。其实我心里很清楚，现在女人活得太累，你会发现这些疾病女性往往都是优秀的女人，做人做事负责认真，力求完美，而且生活方式也很好，但是她们就是病，她们不善于释放压力，所有的委屈、焦虑、紧张都压抑在身体里，这也恰恰就是病因。因为长结节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长期的紧张、焦虑、压抑、郁闷，也就终于说的情志不常。